他为啥生气呢？因为不给吃的了。该睡觉了。我把他这窝都摆出来了，现在这个蓝色的窝，只有每天睡觉前才会拿出来，因为晚上会比较冷。也不进去，你怎么不进去？哎，哎，突然扒我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进屋，进屋。没什么吃的。没得吃，你今天已经吃3块草饼了，还想怎么着啊？您还想怎么着啊，小美？你还要我怎样？进屋睡觉吧。睡觉吧，回去，回去，反啦，你钻反了，钻反了，这边才是洞洞，这边才是洞洞，哎呦，这边才是洞洞，吼，钻进去了，钻进去了，你怎么不钻进去？你不进窝，我进窝了啊。哎哎，钻哪儿去了？这边这边这边，给我犟了！你看这小猪蛮劲儿多大，这么厚实的窝，被它挤成这个样子。进去吧，进去吧，啊，进去吧，进去了。哎，没让你出来，进去吧，回家回家，进去吧进去吧，别钻了，小梅，进去吧，进窝吧，杵着干嘛呀？我离他远点儿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他来要吃的了。哎呦，给你一片，好吧，给你一片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哎呦，还好我买的这种都是比较小的，一天稍微给个2片也没关系。你进窝吃不好了，给你拿窝里去。这儿这儿这儿，放这里头了啊！我放窝里头了。这儿这儿这儿，小美转圈，转圈，来，转圈。学不会这孩子。
还瞪呢，还瞪呢，正区，算了，算了，给你扔窝里去了。进窝吃吧。还找呢，还找呢。哎，进窝，进窝，窝里头有，窝里头有，这里头有，这里头，这里头。你就不能自个儿找找吗？对。不管你了，我不管你了，睡觉了。